到底，坚持到底，就可以非常的灿烂。那五月天呢，跟 ACC 在2013年已经有非常完美的合作了。今年如果看这次很精彩的 MV 的话呢，因为坚持所以灿烂，我们在网络上面得到很多的好评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点阅率。的确，这两个很棒的品牌就是五月天 ACC， 都有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是有共同点的，一原创，二创新，三非常的坚持。五月天跟 HEC 相信，只要你坚持你觉得对的事情，好的事情你就会发生。 U12 Plus 五月天的限定版要登场了，除了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支持 HEC 之外呢，我们要特别照顾一下五名了。到底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酷呢？请掌声欢迎 HEC 台湾区的总经理，欢迎Stage。 所以呢，媒体朋友，所有的贵宾，大家下午好。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HTC U12 Plus 五月天限定版的发布会。我想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其实，在今年从2003年开始，我跟五月天开始第一次的合作。接下来一直到今年，从去年的 U11 Plus 到今年，我们做了很多的突破，很多的创新。我们做了第一次用 MTV 的方式来说明一个故事，五个小段的故事来说明坚持做对的事情，努力坚持你的梦想，你的接下来你的结果，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那颗灿亮的星星。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主题呢，去做了非常就是做了这个因为坚持所以灿烂的这样的甜甜。那谢谢五月天，也谢谢所有的支持 HTC 跟五月天的朋友们，给我们非常多的正面的回馈。我们总是觉得有些事情从小事情开始坚持，它到后来就会大大的成功。在今年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发表了 HTC U12 Plus 这只机子。那这只机子呢，其实我们标榜自己就是坚持挑战无极限。我们做了哪些挑战呢？其实 HTC 在硬体跟软体很多的创意上面，我们在摄影的部分、拍照的部分、听觉的部分、音乐的部分，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创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第一支全球第一支前镜头后镜头是两个镜头或四镜头的手机，是 HTC 做出来的。我们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硬体跟软体的应用，包括 HSense 第二代也都在这样的手机上面做出来的。全球第一支没有实体按键的手机也是 HTC 做出来的。第一个用冷雕技术来雕塑玻璃的 HTC U12 Plus 也是这样做出来的。所以接下来在这支手机上面，我们一上市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使用者对于这么多这么多的最新的创意有非常多的反馈，不管是在声音视觉上面，整个手机设计的跟一个精品一样。所以我常常在说它就是一只高科技的精品的手机。接下来呢，我们认为 HTC U12 Plus 在这么完美的硬体的装载上面，我们还可以做怎么样子更多的结合。所以呢，刚相信大家之前一段时间已经看到 HTC 我们在区块链上面会做很多产品上的突破。我们认为我们会把所有可以加载在 HTC U12 Plus 的相关性的 ecosystem， 不管是软体不管是硬体，我们都可以把它加入在这只机子上面。所以这只机子呢，它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进化。相信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软体跟硬体跟更多的 ecosystem 的所有的产品会加入在 HTC U12 Plus 上面。当然大家很众所瞩目的，我们也会把 HTC 的 Vive Focus 这样的产品跟 HTC U12 Plus 做更紧密的结合，就在不久的未来。所以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加入在这只手机上，更多丰富这只手机更多更多的软体跟硬体。当然我们现在呢也想加入另外一个品牌的元素，
放在我们的手机上面，也就是 HTC 跟五月天把两个品牌一起放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面，其实它所有的设计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五月天讨论出来长相，它上面所有的字代表 HTC 的精神，代表五月天跟 HTC 都是20周年合作的这个品牌，在上面我们做出一个五月天跟 HTC 的限定的 logo。 这样的产品呢，很荣幸跟今天跟大家宣布，在今天此时此刻，在 HTC 的官网上面跟 HTC 的实体通路上面，通通都可以买到这只手机，立刻今天热腾腾的就可以拿得到。今天晚上你到门市去，你就可以拿得到，你可以享受里面所有帮五月天跟这个 HTC 做客制的桌面主题、铃声、闹钟的声音，通通都会放在这部手机上面。所以今天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我们会把更多更多的更好的产品加注在 HTC U12 Plus 上面和未来 HTC 的相关的产品上面。谢谢大家，谢谢。电话这样响才对了，对对对，他现在还不响啊，来，你看看谁打来的，是谁打来的呢？就我现在该接吗？该接吗？该接？该接吗？该接？喂 ，Hello， 好，你是谁？你是谁？我是怪佑。你是怪佑？你在哪里啊？我莫斯科吗？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你很多人都说。你不要问我在哪里。在什么上面？你不要问我在哪里。哦，我不要管你在哪里。你真的是怪佑吗？要走出来才真的是怪佑。要走出来才知道。你可以走出来吗，怪佑？掌声欢迎五月天，真的走出来了，他们可能还真的还在。是他，我们过来跟第二人拍个合照好不好？第二人在中间，谢谢。是吗？先跟说什么？六月天第六组在中间，好，我们有个限定。我们的限定的盒子可以拿给第二吗？谢谢。我们看看中间的相机，第二人，六位，看看中间这道相机，第一排。你看看你们左手边。再看看中间的第一排，红色包厢这位。再看看你的右手边，最后一张，看看正中间。来左前方，你的左前方。我们先谢谢 Darren 啊，谢谢 Darren， 谢谢这个大粉丝丹尼斯的啊，谢谢谢谢。五月天请就坐，谢谢。丹尼斯记得不久前呢，在南港一个停车场，好像就有一个类似的 setting。今天我们早一点来喝下午茶也蛮好的。哦，玛莎在丹尼斯旁边，丹尼斯身边这个就是五月天还有 U12 Plus 的限定版，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我们看看有什么。里面有一只 U12 Plus 手机。里面听说那个主题啊、铃声啊、闹钟啊，都是为母迷来刻制的，对不对？哎，很设计刻制，所以会帮我们早上叫起来。会啊，有我们的音乐。这边还有个背包哎，上面写个五月天，这个是好像日本限定款，对不对？对，这个在台湾买不到。哇，太酷了！这边还有一条毛巾哎。哇哦，这个是海滩巾吗？哇哦，哇，这个蛮大的。很适合夏天使用，就是带手机到海边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来自拍。所以这个是 for 五迷 only 的，所以如果你是五月天的超级粉丝的话，非常好收起来。我们先请五月天分别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好不好？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月天，午安，好久不见，我是阿旭。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怪兽。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友。大家好，我是石头。Hello， 大家好，我是马莎。今天就是欢迎五月天。谢谢。今天我们要吃下午茶，你要说吃东西前一定要拍一下食物，对不对？我们来拍个食物好不好？好，我拍个食物啊。好的，这个前面是 cupcake。我还有一些很不错的咖啡啊等等的。哎，后面那个女的干嘛？那个是我们现场的手扒鸡啦，你看左右两侧，对，左右两侧，我们看到。怪兽，那个五月天是不是跟平凡人一样啊？在吃饭前都会拍一些东西啊？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吃东西也是稍微要记录一下，让自己知道说吃了什么这样子。对啊，因为我们最近记性不是很好，所以吃的什么都要把它记下来。而且啊，像这样子大家玩得很开心，我可以拍下来，就回去看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开心这样子。哎呀，怪兽，没错。哎，我们其他人那个拍食物都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们吃了什么。嗯，对啊，因为今天的下午茶很值得炫耀。哦，你是要炫耀的吗？对啊。OK。嗯，那你可以炫耀一下你的照片吗？那我们跟阿星拍什么吗？啊，真的啊！来，后继续来，在你后面左后方，要拍给他看。对，你拍什么啊？对，这个你不是学美术的吗？怎么样拍才拍得好看？哦，其实这个摄影哦，因为现场很多那个摄影的真正专业的大哥，所以我在那边也不方便卖弄。但是说到摄影哦，这个光线、角度还有构图、取景，其实呢，在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手中呢，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手上是 HTC， 手机要好，对不对？啊，对啊，因为这个 HTC 这个前后总共四个镜头，然后拍出来是单眼型的。那当然，台下很多真正拿单眼大哥会想说：“哎，那我拿这个要干嘛？”他们今天记者会之后，下一场都敢拿 HTC。哎呦，真的会这样？对啊，不过一般啊，因为我们携带嘛，就是携带方便。然后如果要拍照啊、上传脸书啊、IG 啊，然后其实 HTC 的这个U12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刚刚呢 ，Darren 说到了，我们得奖了丁超 Mark 双组镜头，最高拿了103分。那除此之外，还有2倍的光学变焦，还有10倍的数位变焦。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快速自动对焦的功能，防守阵 HDR 的强化，不管是逆光、乱拍，然后晚上都会拍得很好。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不用你的单眼了，可能拥有一个 U12 Plus 就是蛮好的选择哦。那个怪兽，你刚刚拍什么？你还没秀给大家看好吗？我拍一下。手机秀给后面的手扒鸡看一下。哦，手扒鸡在你后面左后方。哦，手扒鸡，手扒鸡。哎，我拍到的是冠佑正襟危坐的样子，还有 Dennis 在旁边笑容可掬。Yeah. 那你平常最爱拍什么？我其实很喜欢记录，就是生活的一些小事情啊。然后因为就会觉得说回去的时候可以回忆，然后会想到说这是什么时候拍的，我觉得可以回忆就特别美好这样子。对啊，尤其是可以帮就是团员啊，大家都记录一下，然后可以分享一下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昨天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我刚刚讲那个记性慢慢就变不好，对不对？对，就手机帮你记住还蛮好的。是的，那冠佑，刚刚你拍的好不好？你刚拍什么？我们把大家都拍进去了。哇，好。怎么样？我拍电了。你拍什么？就是拍我的手，因为要吃东西前要先确认手有没有干净。因为他的对啊。因为它的解析度很高，所以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指甲缝里面会不会有黑黑的脏东西。哇，你的手拍显微镜用嘛？对，因为它解析度太好了。对，所以先确认手有没有干净。怪佑，你最爱拍什么？不得了，我最爱拍小朋友。哦，我跑去应该蛮难拍的哦。哎，对，很难拍，但是还好这次有那个。他那个有 user， 然后所以现在小朋友只要是跑来跑去，或者他们在说什么，在远方说什么，我只要有 do in 的功能，快速自动对焦，哇，对，这个厉害，然后就可以把他们的影像跟声音都记录得很清楚。太酷了，这样我们来拍一下，看一下。那石头，你拍什么？可以看一下。
哎，那个机器有来吗？哎，酒吧机来了，对对对。哎，手滑机，手滑机，手滑机。不是不是，这个这个，是我的石头，对对对，这个是石头，对。虽然看起来不像，看得到吗？好可爱。这个 AR 很厉害哦。还有观众。石头，你刚刚最想拍什么？对，我刚刚拍的是这个影像的部分，然后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可以把我们的脸啊就及时的做 VR， 然后刚才我就跟观友做了那个两只，应该是花栗鼠吧？这是花栗鼠吗？对啊，哦，你私底下最想拍什么？还有玛莎，手滑机小仙子，手滑机了，那给你看就好了。啊，所以你私底下就喜欢做这个滑板的 AR， 对不对？其实我就是很喜欢记录一些人的表情啊，然后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些科技产品如果可以在人的生活里面，就是给大家一些快乐，这是很重要的。对，那我们看看玛莎你们的。哦，我因为刚这个时间有点仓促嘛，所以第一时间就先拍了吃的东西。对，手把机小姐，来来来来，在我们又好吗？那我看一下我的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有美食，对对对对，美食。现在大家很喜欢 IG， 就这样给大家看到很丰盛的东西，然后排列的很漂亮，颜色很鲜艳。哇，你这张摆上你 IG 可能2000万个赞哦。哦，真的吗？而且左下角我还特别把 HTC 拉进去，对。酷。那你平常最喜欢拍什么？我平常还蛮喜欢拍植物的。拍植物？对，奇怪了吧？植物，因为你在拍植物，尤其是花或绿色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色彩的对比啊，还有焦距啊，你就可以让你的手机拍的东西看起来很像单眼拍的。拍植物？对，我专业的植物会打鼓。不要这样子，他是动物啊！等等，他是动物，他是人，你不要说，你不要这样讲他。对对对，他是人。怪兽，接下来你要表演一个特技了。就现在很多人一边吃便当一边滑手机。对对对。那一只厉害的手机用这么大萤幕，单手好操作吗？其实很方便，用这一只 HTC 的话，因为它有一个测光感应的功能，所以你在测光点个两下，它就会自己有那个功能开启。无论是左手右手，它都会感应。哎，来了，来，我现在就来点点看，有吗？那个下面没有按钮，但是其实可以知道。有没有？它自己就会出来。真的？有没有？好，我再示范一次。再一次。耶！那很快就跑出来。对，我就可以单手操作，然后另外一只手拿麦克风也行，喝咖啡也行。哇，真的行哎！是啊，真的可以哎！我单手操作，那你另外一只手还可以干嘛？我真的可以。我另外一只手吃面包，好，歪了歪了，吃面包，吃面包，吃面包，配咖啡，吃面包，然后咖啡，吃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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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吃面包，再吃面包，再吃面包，对，好，真的可以，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别的手机可能办不到。可以，重点是食量也要够大的。哦。我要在我们秀一下你手机，我们秀个正面给大家看，好不好？就是你手机正面最前面一下，这个我们都要。哦。代言人，对。哦，是是是。黑色，这个是五月天大家非常喜欢的五月天的色调之外呢，是用水漾玻璃。而且哪一面是正面？正面是荧幕面，荧幕面。我觉得两面都是正面。荧幕面。这一款是 Mayday 的特别版，因为它有一个这个专属的 logo 在手机上。对，因为是古铜金还有 ACC 做的 logo。对，而且这个镜面很漂亮。好像 ACC 还有我们这两个品牌共享荣耀。接下来 ，Dennis 跟冠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呢？请看 VCR。声音变大了。对，主播，对，声音小。
关系啦，唱什么都好。对对对对，这个功能是不是很适合你的朋友？非常适合，因为它有个听觉焦点的功能。因为像前一阵子，然后小朋友因为其实他们会很常会有那种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他们会到比较远的地方，会有小朋友自己会去商量要来考爸爸什么，然后他们就会跑来，比如说脑筋急转弯问我说：“哎，爸爸，大树小树差在哪里？”我说：“差在哪里？就大跟小啊，就差。”他说：“不是，是差在土里。”然后我就，然后他们又会到远方去，两个又再商量一下，再回来问我。就有这个功能，我就可以 zoom in 到他们两个在说什么，我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就监听就对了。对，虽然有点小作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哦，监听小孩的爸爸，我也没有监听，是这个也是一个联络感情的方式，只是我比较提前知道，就是一个提前知道，镜头中映的时候，声音也会追踪到那边去。对，哇，好有。现在 Darren 灵机一动，哇，我后面几代可以卖给间谍了吗？远远的可以听他聊聊天，哇，好好玩，研发一下，创新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技术。也只有 HTC 是独有的。那最后呢，听说这支 U12 Plus 看电影是很爽，对不对？是，可以秀一下吗？哎，可以啊，秀一下。那你手拿机好啊，手拿机来了，手拿机来了。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搞别的东西，玩到一个，你好。为什么你的手在抖啊？我好紧张啊，因为这是今天才刚拿到的手机，所以今天发烧。今天发售，对啊，今天才发售而已。你看，这只手机就可以这么清楚的、全荧幕的看到所有的画面。以后在这个，你不要动了，手帕机在动。哦，其实是手帕机在动。以后在飞行的过程中，或者在旅途的过程中啊，就是要看电影啊，或看什么，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声光体验。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常常在这个巡回的过程中，最怕的就是很多时候很无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常常就会下载一些影片来看，这样子。对，所以画面大，然后清晰啊，这真的很重要。这边声音还非常的好，双还有两个喇叭嘛，对不对？嗯，是的，左右双声道，所以是那个 stereo 的感觉。所以看电影然后还有打电动，都是立体的双声道。听说每个喇叭还有自己的晶片，还真的蛮厉害的。那最后呢，这个石头你拍过电影啊，电影那个运镜的角度是不是要很顺啊，装回到啊？是啊，那他们手拿机就绑在身上啦。对啊，刚才看那个后面那个妹妹她拿了一个手拿机。其实学生有一天想要拍电影的话， User Plus 有没有机会让他非常有机会？因为刚才其实我刚才就在这个台上，我就拍了我跟冠友的一段小影片，然后刚才还没有用到那个 zoom in 的功能，但是大家之后试到那个 U12 就会发现它的 zoom in 的功能非常的滑顺，就跟其实跟专业的那些摄影机就没什么差别。而且刚才冠友也有介绍过有那个监听的功能，对，所以连收聚焦都不用装，对，声音聚焦的功能，其实对收音的那个麦都不用装，一只手机就够了。对，是吧？下次后面那个手拿机直接用 User Talk 来帮忙的话，对啊，以后就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对，这个蛮好的事情。最后呢，上半年刚过完了，这个下半年五月天要继续走巡回吗？还是什么新的计划？有没有新歌啊、新专辑啊，在讨论中啊？来，冠佑来回答一下我们下半年的计划。下年度的计划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还有很多巡回的场次，然后。希望可以很顺利的，然后结束。没有，是要解说下半年的计划。下半年不是祈福，好不好？不祈福，你不祈福吗？内容讲一下啊，内容啊，是跟大家报告，不是要你祈福。最近的行程就是演唱会啊，不然呢？还有什么？会不会有些新作品？哦，不会。谢谢。好，干脆，对，很干脆。那有没有最期待的事情？不方便说。期
期待的后方元素。不说到期待的事情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很期待的东西。那这个事情呢，丹尼斯也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知道。不如这样子，各位带着你的手机，我们到桌子的前面来一下，同时欢迎 Darren， 请回到舞台上。Yeah. 那这个手机呢，限定势必是要大卖的了。不如这样子，每一位拿着你桌子后面的香槟杯，是香槟杯吗？酒杯，直接跟 Darren 来干一杯。每位都有，这边我们先来干杯庆祝 ACC 的 User Plus 微信限定版疯狂大卖，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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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们是气泡，气泡水吧？对。我们请每一位将你的杯子摆回你的桌上。Darren， 秘密可以说了吗？哪个秘密啊？就是你现在揭晓这个秘密。接下来再揭晓另外一个秘密。啊、OK，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限定版里面有很多东西，有手机，有海滩巾，有小背包。那其实里面还会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小卡片。我把它叫做通往未来无限可能的一个 Future Pass。 这个 Future Pass 是用来做什么呢？这是它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吗？看不懂对不对？我也看不懂，没有。这是一种设计哦。那它设计里面呢，它是在键盘上面的字打出来的。那其实呢，它代表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呢，我们在五月天 User Plus 限定版里面呢，都会有一张小卡，就 Future Pass。Future Pass 呢，就是用来通往未来的一个通行证。所以呢，我们因为下半年还有很多的活动会跟五月天合作，所以呢，我们就卖个关子。但是呢，你只要买这个版本，你一定要在这个卡，你一定要留好，一定要留得很好，不能把它丢了。因为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未来会告诉你们，千万不能丢掉，要把它留着。这上面为什么有编号啊？或者啊，因为这边啊，对，这边有个编号。那我们留了前五张，就一号到五号的这个编号的号码的 QQ Pass， 我们送给我们五月天五五的团员。对，那接下来其他的，我会从六号开始。哦，一直往下编下去，感觉起来好像可以去到未来的某一个场所。对，什么场所？啊，现在话变说嘛，好像是很想说，可能是看演唱会吧，五月天。哦，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好，对，因为老板说不能说，不能说。好，第二天的代表星星，我们就说话算话，我们拍照存证喽。请拿这个限定的盒子，手上一手拿一个。OK， 好。那阿信，你的麦克风摆一下给后面，可以拿出你的 U12 Plus 五月天限定版，请我们的每位秀出，看看你的正中间。官网还有我们专卖店也让我支持 ACC U12